Hello， 我们又来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，这是肯德基的新品蛋挞。这，我给你，拿给你，手给你。好，是不是棉花糖的味？对，棉花糖。来，这边。好吃吧？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鼻涕。我要吃别的，要是吃两个会跑。你看是不是？你吃棉花糖，我吃炸卡里面。好，你吧。你吃这么多，好吃吧？好。受不了了，那走了，拜拜。他刚才已经吃了一个，等于吃两个。倔强不怕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